炎亚纶27号出席代言活动，说起自己的畅饮时间，竟然是可以从早喝到晚，这个酒量感觉很不错哦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从下午还好啦，因为我知道有些艺人是从早开始喝。谁啊？讲出来啊！讲出来，好恐怖！你有去看过 Cindy 的吗？还没有哎 ，Cindy 现在身体应该恢复得蛮好。等到他能喝的时候，我也会带啤酒去跟他喝一下。对。Cindy 刚生出来，师姐 Selina 也怀孕，对。那你自己有传宗接代的压力吗？或者你有没有想要有个小孩？你现在是我爸，传宗接代的压力，不见得有啦。对。会想要小孩？顺其自然，就是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啊。对啊，不会强求。当然啦，因为合作的韩星也没有到多到会忘记，那刚好是那个很有感觉的数量这样子。然后真的是在访问的时候有承诺他，就是他如果来台湾可以一起去吃个他喜欢吃的东西这样子。Well， 我觉得这大家还是适时的释放一点压力这样子。